铁说我飘了，都不用嘴巴开海胆了。老铁其实不是我飘了，吃他的刺太扎嘴了。今天我再试一下，希望会收到很多双击。好肥，马上直播送进直播间。好久没要双击了，这个视频咱家老铁一定要给我一个，因为这是我吃过最大的海参了。天哪，两斤一个，吃完流鼻血喽。给个双击呗。